今天做的粉皮烧肉末太好吃了，滑溜溜的，非常下饭。粉皮先泡发，选择肥瘦相间的肉，油热下肉末炒至变色，再放料酒、生抽、姜蒜、辣椒和剁椒酱爆香，倒入适量水和粉条煮一下，最后放盐、酱油、蚝油、香油翻炒均匀即可。粉条这样做非常好吃又下饭，赶紧做起来吧。